今天呢，首先第一位就是林宇轩，他要挑战这首歌呢，是曾经二班的学长 Youmin 哩哩啦啦给他唱不完的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，但是 Youmin 后来也血池也唱完了，对不对？在这边呢，希望我们这个宇轩呢，能够突破以往的自我，然后今天好好表现。刚刚他非常有自信跟我说，曹子姐歌词没有问题，我们掌声欢迎林宇轩的演唱。一向表现较为甜美的宇轩，这次想尝试不同的曲风，今天突破自我的主题，他将挑战较为悲苦的歌曲。其实啊，自己唱歌的时候都是会，我自己唱歌的时候都是会想象画面，然后最近我觉得因为有一点太在意别人说的话，然后一直急于想要突破自己，然后所以说已经忘掉了我原本唱歌的感觉。这次选了首态度较为强烈、情感较为感伤的歌曲，和宇轩原本的甜心形象大相径庭。另外，他更希望能找回以往唱歌的口气，在这次更加仔细地去体会歌词中的含义，一字一句揣摩其中的意境。宇轩更走上街头，希望能借由更多更仔细的观察，让自己的想象力更加丰富。宇轩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情侣，从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与互动，想象着每对情侣间的故事，更让自己设身处地地进入他们的故事之中。此外，更特地去观看爱情电影，希望能帮助自己情感更为融入。今天他能用歌声表达出歌曲当中的意境吗？喜欢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怜香惜玺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这个突破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宇轩今天的整体的表现都非常好。嗯，对。那如果说要细讲的话呢，我会希望如果说你全部都是气音，其实我们讲话也不太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调子。宇轩你好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。有黄靖伦就这样。对，我们不太可能从头到尾是没有脾气的，所以包括我们讲话，我们也有口气。我终于在第二次的副歌听到了你有口气，但是有口气可能只有四小节。之后的柔情的日子里，生活的不费力气，你已经背对了，背对，但是你还是要那个唱歌的，不管你含在嘴里或什么，那个意识形态要很重要。可是你背对之后是完全只听到音乐，然后其他东西是含糊的。
今天一开口让我觉得哇好好听哦。对，这他的声音还蛮适合唱这首歌，但是我有一个建议，就是因为三拍的歌其实还蛮不好唱的，就是他你要有重音，那个像那个哎呦哎呦哎呦那个最后一个哎呦，你可能就是都听你唱起来就觉得示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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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那一段老师。说人气果然不一样啊！就哦，那个好有 feel 哦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人妻生过小孩，再加上像小虎这种历经沧桑，像黄小虎有没有？小虎姐是另外。哎呦喂呀！小虎姐就喂呀，那个小虎姐是这样唱的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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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呀！厉害哦，厉害厉害！所以刚刚觉得他的哎呦比较最后没有太一个高潮在，太平了。对，三拍的要有那个。嗯，又有那个 action，对啊，所以宇轩要特别注意那个情绪语气的部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对对，谢谢。那马上来看看宇轩的分数，18分才能过关，请评审按灯。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林宇轩演唱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得到的分数是16、17、19。宇轩为了这个歌好像还常常这个就跑去看爱情电影，然后还有去一些情侣会出没的地方。嗯，所以就是人家公园板凳上有两颗头，你会从中间冒出来，这样就人家走在前面，然后我会冲过去把他们踩散。没有啦，你是大概在哪一带呢？常看到淡水。哦，淡水那边渔人码头好多人。哦，那你有感受到什么呢？看到情侣双双对对的时候孤单啊。就是一个哀怨啊，就人家要双双对对啊，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情人节，然后身边没有人，然后就杀来看，让人家走来走去这样子。不，你要这种感受，我要我们在一起，当然就要问最新出炉的情侣啦，对不对？就问他们说，哎，当初这个男生是什么这么大的勇气在节目上求爱嘞？然后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就很自然把麦克风递给我们的拉拉了，是不是？你有感受到吗？那种我要我们在一起，那种刚要在一起的那种。有。就跟你的心境有点像吗？还是还好？哦，好，待会再好好聊一下啦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宇轩的这个心情起伏，之前一直好像也想要挑战自我，然后一直失败，那到今天成功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我今天终于不用哭了，然后我妈也不会难过啊，大家都不会难过啊。妈妈回家以后有偷哭吗？还是抱着你大哭？会哦，真的，两个一起大哭。对啊。然后有就是一边哭一边嘴里还骂评审这样吗？不会啊。非常恭喜林宇轩过关，谢谢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啊，终于可以笑了。哦，熬了好久，我终于可以过关了，终于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妈妈，对得起歌迷朋友，真的。这阵子真的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突破了。恭喜宇轩顺利突破自我，之后也要。